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师兄陈学信陈老师，恭喜大家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大涨再创新高从8月6号10180点起涨以来，大师兄就一再的一个强调，8月利空筑底好布局9月心无挂碍大丰收，10月普天同庆放烟火，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一路坚持全力做多上来，八月多，九月多，十月多，十一月多，还要再继续赚下去，要赚到什么时候？就是要赚到钞票塞满你整个口袋，赚到钞票塞满你整个金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这么的一个精彩的行情这么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好机会每天都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个人自我预期，自我设限每天看着的一个量价背离看着的一个缺口以为过高就会拉回，结果你可以看到指数却是每天每天的一个大涨上来，你每天在担心，每天在害怕，我问你，你有没有赚到钱？我想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一个问题嘛，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盘势它有没有出现败笔？并没有出现败笔并没有出现败相为什么？不论是市场上大家所最为担心的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一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将在本月份渴望签署阶段性的一个协议随着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的一个消除那这些对于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股市都渴望带来正面的一个激励。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美股三大指数再度的一个大涨上来再创新高，甚至再到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经济面你可以看到这是主计处上修第三季的一个 GDP 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景气并没有问题第三季 GDP 来到的一个 2.91 创五季的一个新高，而且第四季以及明年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经济成长率持续看好，包括的一个怎样资金面上全球央行大降息重启QE 的一个购债的一个计划，然后国际的一个资金宽松再起配合的一个台商资金的一个归于的一个返乡，现在可以说全球的一个资金in carbag，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能够怎么样一路的一个看回不回甚至外资敢有恃无恐，一路的一个拼命加码买进你可以看到今天为止8月30号到今天为止，外资累计的一个累计的买超已经达到超过2600亿元为什么他们敢买？就是看着一个台股整个的一个后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情嘛甚至你可以看到再者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盘面上来看不论是全指股的一个台积电持续维持的一个稳步盘间的一个上涨甚至包括瓶盖股的一个鸿海今天也是怎样也是接棒的一个跟进的一个涨的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双王领军撑起怎么样半边天甚至包括这个 IC 设计的一个联发科 PA 功率放大器的一个涨的一个宏杰科全新你可以看到再度的一个大涨上来再创新高还有大师兄在上礼拜三台北讲座送给大家的一个寰宇 KY 上礼拜五直接在那样的上盘中直接公开送给大家的一个寰宇 KY，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的一个 股票能够的一个一路的一个强弹的一个大涨上来，甚至再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军乐片的建设，你看亮灯涨停板，电源供应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群电今天亮灯涨停板，还有矽晶圆的一个环球金今天大涨上来，驱动 IC 的一个联咏，这也是大师兄在上礼拜五盘中那样的上直接公开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咏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涨上来，多方欲罢不能啊。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情，哦，就是告诉大家，后市的一个这样行情还非常的一个精彩，各位根本不必想太多。所以只要各位记住啊，哦，只要守稳的一个十日的一个均线不破，逢低偏多操作的一个策略就不需要做改变，重点还是在个股啊。那么个股到底要怎么样来操作？我们又是怎么样一档接着一档啊，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会员朋友来创造财富的？你可以看到啊，继八月份呢，啊，哦，我们跟大家，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视野，哦，6683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雍智科，你看怎么样大涨上来？哦，再来小天王的一个6669的一个威影，当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360，哦，后来一波大涨上来来到583，还有9935的一个庆丰户，你看今天再创新高，我们波段基本单设好停利就可以了，波段的一个价差哦已经超过多少？超过85%，哦，以及2367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耀华，八月九月你看连续两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差操作，累计价差都超过80%，哦，以及四星 KY。也是八月九月啊，我们的一个代表作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累计两趟的价差也都超过80%，包括的一个讯星的一个 KY， 是我们九月跟十月啊，两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累计价差都超过多少？都超过60%。还有2327的一个国巨，为什么大涨上来啊？我们要帮全国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以及啊6278的一个台表科，你可以看到啊，大涨上来再来到三位数，第一个阶段目标达成哦，来到102。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大部分的一个多单开心获利放进口袋里哦，仅留少部分的一个这样波段的一个基本单设好停利就可以了。还有什么智新？哦，甚至包括658的一个性能高，你可以看到从八月、九月、十月，一档接着一档，哦，带着会员朋友啊，啊，不断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这样获利的一个佳绩啊，哦，继台表科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甚至最近啊，我们又带着会员朋友啊，我们锁定哪些股票，哦，你可以看到3406的一个郁金光，什么时候买的？10月18号都有讯息为证，都有讯息为证，哦，你可以看到买进之后为什么买？来到的一个支撑区嘛，很多人都是怎样大涨上来，哇，创新高才去追啊，追了杀下来，哇，又停损在低档。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呢，啊，回撤哦，来到的一个买点区，绝佳买点机会无限的时候，我们带着会员朋友哦，布局从容布局买进。为什么买？理由在这个地方哦，你自己就看就好。结果你可以看到郁金光今天就怎么样啊，哦？今天马上的一个大涨上来。哦，开心大赚，甚至包括的一个我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代伟人啊，哦，也是我们会员朋友的一个 的一个持股。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代这个伟人这一波的一个让这一波的一个股价它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一个强，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还有包括大师兄送给大家的一个 PEA 功率放大器的一个环宇 KY 啊，哦，你看上礼拜三讲座，你来听讲座，大师兄把这档股票送给你。礼拜五哦，你加入 LINE。哦，大师兄把这档的一个股票无私跟大家做分享哦，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它怎么涨的，礼拜五涨停板，昨天再创新高，今天持续再创新高。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拉上来啊，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啊，价差都将近多少哦，都将近20%哦，以及啊这一档的一个日新六新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做一趟的一个价差之后，很多人都是看到创新高哦，才怎么样哇，才想要去追，结果去追高哇，啊，杀下来又停损到低档。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就是跟其他的专家不一样，我们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我也告诉过大家拉回来，你可以看到又来到的一个怎样哦，在一个低档的一个买档区，我们不啰嗦，就是带着会员朋友哦，再度的一个怎样出手买进哦，都有讯息为证，你可以看到，然后今天再度买回来，买回来就是现买现赚哦，所以我常说啊，人对了，股票对了，做什么事情都会对了哦。今天呢，啊，大师兄，如果我敢说我的一个让绩效市场第二，没有人敢讲第一哦。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哦，就是要懂得钱滚钱啊，哦，才叫做什么？才叫做复利嘛。哦，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财富嘛。哦，那么最后大师兄再一次的一个强调啊，哦，跟紧脚步真的很重要，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大。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啊，在一路以来啊，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如果你现在你手上的一个股票呢，仍然握有一些啊不对或者是涨不动的一个杂货店股，哦，真的要赶快来找大师兄，换到大师兄给你的一个精品股的一个身上，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哦，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一路以来，啊，光是最近我们呢，啊，带着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你可以看到6278的一个台表科是如何一路的大涨上来，从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一路到三位数，哦，到三位数，哦，开心获利换口袋，哦，留少部分的一个多单、波段多基本单，哦，设好停利就可以了。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价差足足就将近多少？就将近两倍，哦，甚至啊，哦，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哦，庆丰富也是。啊，你可以看到从7月31号带着全国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你可以看到今天在创新高，哦，价差超过 85%， 波段的一个基本单我们设好停利就可以了，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星 KY， 你可以看到两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都超过多少，超过累计价差超过 62%， 还有性能高，哦，你可以看到也都是大师兄，哦，一切都讲在前面哦，你去市场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操作跟其他专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都是领先市场在低档，哦，带着会员朋友来布局，然后一波大涨上来，你才能够开开心心的来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哦，实在做，实在讲，哦，实实在在带着会员朋友一路的一个开心大赚上来，光是这样一波开心大赚也都超过多少？都超过40%以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很多人啊，往往都是要等到怎么样？等到的一个股价大涨上去的一个时候，哦，才想要去追高。哦，就像小天王的一个尾影，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我们开心获利换口袋，但是很多人哇看到大涨上去583，哇才想要去追，结果跳进去的一个结果，你看扑通扑通的一个跌下来，光是这样升天的一个跌下来，你看就跌掉多少？哇，跌掉了一个95块，一张都95万，十张都95万，甚至包括的一个啥，包括的一个指纹辨识系统的神盾也是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啊高档在开心获利换口袋，很多人啊反而看到股价创新高才想要跳进去，跳进去结果股价也就是怎样扑通扑通的跌下来，哦，所以为什么，哦，大师兄再一次的一个强调跟紧脚步真的很重要啊，哦，那么据台表科四星 KY 性能高喷出大涨上来后，接下来谁会是11月的一个标王？史上最强的标王，台表科第二，大师兄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哦，只要加奈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就能拥有。或者是直接来电询问了，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找不到标股的投资朋友，哦，那你过去这一波的一个2000点的一个行情，你来不及参与，哦，或者是啊，我希望在未来啊的一个你，可以跟着大师兄一起同行，一起锁定未来有50%以上空间的一个好股票，相信呢，啊，大师兄绝对会是各位在投资路上的一个好朋友。工商时报绩效竞赛五冠王啊，对，纪录保持人，绝非浪得虚名。哦，也欢迎各位啊，哦，跟着我们一起赚第二波最好赚的一段，怎么样来赚？驾驭标股就趁现在，很简单，加奈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就能拥有，哦，史上最强的一个标王，台表科第二，哦，如果你还没有加奈的那个投资朋友，赶快给我扣扫描一下，哦，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或者你直接打电话进来，哦，直接打电话进来，
23219933，23219933，因为这样的一个行情真的是很精彩哦，史上最强的一个标王，台表科第二。你想驾驭超级的一个标股，就赶紧趁着现在，跟着大师兄哦，为自己加薪，年终奖金自己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